Hello， 大家好，而家系星期二嘅下昼四点半，我咧就喺养和医院嘅太古城分店，咁就因为呢度先 book 到，咁就系准备打第一针吓，咁就完咗之后，我都会同大家去报道啊，直击报道一下究竟打完之后系点样样嘅。不过点解要咁出嚟播呢？我谂相信呢条片应该系听日播嘅，因为假如咧我听日咧就做唔到新闻联播咧，咁大家就明白系发生咩事啦。咁嘅样，咁我而家即刻入去，因为入边咧就系唔准係拍攝嘅，咁所以咧，我拍完呢條片之後咧，我就入去，咁完咗之後再出嚟同大家講講係有咩嘢感覺。咁我因為咧佢休息半個鐘頭嘅，所以亦都帶一本書去睇，咁就希望係一切順利，咁就翻出嚟再見大家。OK， 好，等陣見，拜拜。啱入咗去登記咗，咁就等十五分鐘至三十分鐘，佢話好多人，但係其實等十五分鐘至三十分鐘可以接受嘅。咁就俾一本小冊子我，咁咧跟住之後我就而家就我跟住我就再翻入去，咁啊等十五分鐘之後就打啦。咁打完之後就再見大家，唔使一秒打完，完全零痛楚。不過我唔怕吉針，我怕抽血嗰啲。抽血打血管嘅針，呢啲吉嗰啲係完全怕嘅，但係零痛楚。咁就攞到張嗰個叫做係證書嚇，咁就28日之後嚟打第二針。咁啊，但係當然不要開心太早啦。就雖然零痛楚啫，但係可能個機器有事啊，或者之類有咩副作用啊，咁我會同大家直擊報道嘅。假如一切如無意外咁聽，咁就因為打完是第二日播啦，咁所以你可能應該會睇到今日嘅，即係喺我嚟講係聽日咧嘅新聞聯播嘅，咁但係一切睇以後個發展係點樣。OK， 多謝大家。